原来人的灵魂在离开身体的时候，会见到这辈子最重要的那个人，是我吗？幸好不是。 抓紧时间，尽快打开调通道，让跟踪人出来。我们做救援有自信是好的，可以要理解其他人。追上去！你有没有这么想过，我们这队人为什么能够合作这么多年？是因为大家都相信你。因为我恐惧。 马上撤退！马上撤退！马上撤退！他撑不住了，救不了你出来。